给我看看。嚯，这小东西啊，真壮实啊！哎，这是你儿子吧？当初啊，我儿子也是这么可爱。要是能天天抱着他就好了。这么点孩子呀，最馋人了，你得一直不停地抱着他，哄着他。你把他一放下，他拼命地哭啊，哭得你这么揪心啊。哎，你只能啊，把眼皮呀、啊、支起来，一宿一宿的这么抱着他。老糊涂啊，你儿子为什么要害你坐牢呢？他要是永远长不大，这该有多好！我就是累死，我也甘心情愿的天天我抱着。老糊涂啊，你救了我，又教会我怎么开心的笑，我该怎么谢你呢？我可不要你谢我。我一定要谢你，那怎么办？那真要谢我？我真的要谢你。嘿，还是你孝顺呐。你要真谢我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你说。我要有你教我法文。你学法文有什么用啊？等着你跟义务楼小姐在我花轿里头接活，说话我都听不懂。哎，你先教我这个笑怎么说。笑啊，笑，嘻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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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啊，我笑。遮黑遮黑，哇，你学得好快啊。遮黑遮黑，对，你笑遮黑遮遮黑遮黑遮黑，他叫呢 Elhi Elhi Elhi，那大家叫女生什么女生柳豆，好嘛，这不成猪、啊、你没有牙呀，你发不出这个音的。你漏风了，你跟猪哼哼似的。你看你塞子马子忘了塞了，福航塞子嗨，我说不上来了，那外国妞又来找你来了，快快快！吉祥，本初门当不忘塞了。哦，我说的是法国话，你听不懂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你慢慢聊着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老糊涂，他真的很可爱啊！我被关在这里，如果没有他陪着我，我真的活不下去啊！那我呢？当然还有你啊！那你应该先说我，再说老糊涂。不行啊！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发脾气的。他现在不在，你就当哄哄我嘛。行了，这我跟走了啊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？租界刚刚出版了一张法文报纸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说服他们给你递个专栏。好，当然是好了，可我的身份是个囚犯呢。随便起个笔名就行啦，反正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嘛。那就叫疑问。不好，我不想占你便宜，不如就叫老糊涂吧。对呀，
让他出出风头也不错呀。嗯，一翁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嗯，我只是在还你人情，你不必有心理负担的。但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，那你出狱以后陪我玩一整天。出狱20年以后可能我都老得走不动了。没关系啊，到时候我可以扶你。小心小心，慢慢走。家俊，我觉得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进军房地产业了，你认为时机成熟吗？差不多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让别人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做专卖权的生意吧。我们要调转方向了，给所有人一个意外。兰姐啊，抱紧一点，笑一笑啦，笑一笑啊。哦，再来一张。啊，来呀，啊，来找妈妈，乖啊。哦，英姐能走了，小英姐再来一张。哦，乖乖，看这边。哦，再找一张。他们多走五步了。小英姐今天好棒啊，走几步给爸爸看看。来呀，来这里这里来。哦，小英姐走得真棒啊，我们到那边去玩好不好啊？飞。喂，小心啊。你有什么记号是你的烟呢？行行行，没记号，没记号。有火没有啊？有有有。够了。哎，老糊涂，你敢耍我？我哪敢耍你呀，你这里放什么东西？不是我的烟呐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是吧？不是我烟，不是。你个老东西，嗨，都开吧，这是我的烟啊。喝。